我感觉我最近超能力啊！我前两天不是为了考试通宵复习吗？所以你这不在上班上？哎，你先听我说，然后我实在是学不会，我就开始虔诚的祈祷，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复习资料，这不就是我要考的秘密吗？这就有超能力了？还没完呢，我不是很喜欢小卖部的招牌面包吗？但是最近总买不到。于是那天去小卖部前，我又认真祈祷了一下。不好意思，面包卖完了。难道说我的愿望显灵了？这个不是超能力是什么？哼，那你怎么不是人家那个学长爱上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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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长爱上我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是巧合吧？就跟你说吧，我有超能力。那个女外甥。对哦。那亲，用偷东西啊！走，离开。别打了，停！学长，你翻我柜子干嘛？我就是想把这个给你。你不是熬夜皮肤暗沉吗？这透真雪润酵素多效隔离霜，它属于奶霜质地，水润一推开能很好的均匀提亮肤色，而且轻薄无负重，后续底妆自然更贴合，不卡粉不脱妆，还能植物养肤，不用担心上妆对皮肤造成太大的负担。你怎么知道我熬夜啊？我也有超能力啊！啊？超喜欢你。弟弟，不好意思，面包卖完了。啊，真的没有了吗？招牌面包。嗯。双鱼座是什么呀？哎，你听我说。一半钱。我的问题了，你关上了，怎么了？我想录一个做家务的 vlog， 给大家传授一点生活小妙招。挺好的呀，录呗。可是这样真的好吗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快去录。好。首先，你需要找一个挺老的男朋友。你没吃早饭吧？我给你买了包子，进来吃啊。啊，我包了很多层，不会弄脏衣服的，拿出来就不热了。笨蛋，这边口袋是留给你的。如果下